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C 小喵喵。下面一首游戏的麦呢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喜欢的朋友点赞转发弹幕哦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队友齐心肝胆照，小学生总被打爆，那么坑迷能否换条道？新手最爱儒雅色，不后悔我来到这，无敌三弄都打破，那么不服干到你什么？第一次可兰陵王，达摩也气冲最强，离头整人站一旁，那么六分钟后快投降。孙悟空的这一棒击碎你心中想象，高声呐喊本歌唱，那么一把无尽大宝上，保护我方的后裔，这句在我心铭记，一展王宫四神力，那么下路由我来开辟。烈焰风暴迎面刮，倾国倾城安琪拉，不服之人全秒杀，那么一招送你回老家。武圣关羽跨战马，身穿紫绫玲珑甲，决心要与天斗法，那么游走三路太潇洒。再说吕布与貂蝉，征战多日几日还，携手把这局翻盘，那么恩的人呀是必然。白衣仗剑明李白，五杀瞬间在刚才，一击点燃烽火台，那么敌军尸骨被掩埋。宫本武藏手持刀，无双剑气逼云霄，神速出尽放大招，那么双出吸血捐血票。打野最强属韩信，开瑞全场我相信，贤者必虎家无尽，那么无人可挡你突进。传厮杀在交手，不信又遇人头狗，可怜塔下再抢手，那么摔碎手机再怒吼。你总说你技术好，为何打团你就跑？都说兵来如山倒，那么你却回城那么早。排位道路太艰难，倔强青铜不平凡，小学生都已坦然，那么这局怎能不崩盘？哦哦。